这个牧场真的好大，要是徒步走的话，恐怕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走完一圈吧。在这骄阳炉火的大热天里，要是没有这台扭扭游园车，怎么逛得完呢？我们还沿途请司机大哥停了好几站，让我们下来大拍特拍，就是想要多留一些做纪念。拍到尽兴之后，我们才又回到车上，准备来去 Learning Nano 喽。你会吗？来啊！我好紧张，有来了，有来了！你摸你，我其实不敢碰，你知道？我不敢碰，我真的是不。好温哦，温温的耶！呀，你还提一百提敢扔牛呢？你还提一百？我是不是看上去很胆小啊？老牛呢也哇哇叫的。嗯，与其说是害怕，应该说是一种心理障碍耶，有一种很怕会弄痛乳牛的感觉。不过我仍然成功克服喽。老牛呢之后的下一步就是要来去做牛奶饼干。哎，做饼干我就有兴趣了。老师一边教我们，一边学着做。除了压模之外，我们还自己做了好多装饰哦。不知道烤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试试看喽。哦，有哦，第一摆起来做饼诶，都甜甜，唔来都拉面硬出来吐你清菜哩耶！真的，等到第一摆都拜神老你 Q 他。是不是？刚才也是第一摆。那我们现在放松一下，我觉得好舒服哦。有小浮夸在我身边，我总是玩得乐不可支。一百坐扭扭游园车，一百去嘎乐扭呢，我还意犹未尽呢。